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《你要卖多少》。来到现场的是这个小 G 卡，不像是不是？因为灯不是圆的，这个叫做2012年的 GLK 220 CDI。哎，是不是差 U A 啊？对哦，差 U A 另外 CDI。在路上你有常看到这个车吗？芒果？前一阵子比较常。为什么？前一阵子你都去哪里混？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个？没有，因为这有点年代了。对哦，这好像出到后来就没有出了哈。GLK 嘛哈，有小 G 卡何必买 Jimmy？ 这个车我们很少收啦。这台车哦，来估呢，我就想到多年前发生的一个故事，很有趣的小故事，也是 GLK。我在后面呢再跟大家慢慢分享。来看一下哦，这个车呢基本上我们很少收，那也因为很少收，才有机会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首先呢，先看一下里程数，82000公里。这个车基本上呢，我很少收。那为什么这台车呢？我会请他开过来，就是因为跑82000，一手车跑82000公里。很多这个客人在线上问小师车，小师都说不收了。但基本上呢，遇到这一种老帅啊老帅，那种蒙停嘛。芒果，你呢遇到女孩子还是男孩子？女孩子。你确定吗？不是男的。女的。我没有给你压力哦，因为现在 Me Too 风暴，我不能给你任何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性别的那个哦。女的。现在问你交女朋友的这个条件，你一定会有年龄的限制，有吧？你有吗？有。你觉得几岁以下你可以接受？36岁以下都可以。哦，等一下你几岁？27啊。你36以下你可以？可以啊，熟女控啊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。I'm so shocked。线上的观众朋友知道芒果口味，36岁以下，好啦，假设啦，好啦，我那问你不准啊，看啊，假设你现在定36岁以下啊，万一来个40的啊，问题是老帅啊老帅，身材很好，你可以吗？可以考虑啊，老帅老帅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个就是这样，所以虽然呢，平常呢，我们这个车是不收的啊，但是遇到这种老帅老帅的，我们就勉为其难哈，看车况好，猛停嘛。现在这种男女。我现在跟观众朋友讲哦，我们讲男讲女我们都 OK， 我们不是物化女性。如果今天芒果跟我讲男的，我就举男的嘛。哦，每个人的那个性别的嗜好我们都尊重。对，但有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很奇怪啊，男生厕所跟女生厕所不是有个符号？男生就蓝色的这样，女生就红色穿个裙子，有没有？这是性别歧视。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穿裙子？男生不能穿裙子吗？有人就在说那个厕所的那个告示牌要改啊，不能这样。然后就有人贴啊，贴那个男生的符号，有没有一个圈圈啊，一个尖尖的啊，一个圈圈，然后一个十字，红色的，有没有？那是女生嘛？对。有人就说啊，就改这个就好了，全世界通用，你觉得嘞？也可以啊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男生的就是蓝色，女生一定就粉红色？你像泰山喜欢粉红色不行吗？阿呆喜欢粉红色不行吗？你是性别歧视？现在很流行啊，哈 ，PUA 啊。红药丸，你有看哦？好狗哎，跟狗一样，要调教。不然你觉得有什么方法？男色女色到底要用，还是要画一个胭脂马跟一个关老爷？一共你洗门，我洗窗。门跟窗也是物化女性啊，窗就是以前古老的门，两片关起来，一边是棒子，插进另外一边的洞就锁起来了，所以是不是物化女性？那这条歌，歌词就有问题了吧？你洗门，我洗窗，泰山也是洞啊。这怕讲太久是不是会被剪掉？好啦，先80000多公里就蒙停嘛，对不对？先看一下有没有更换板件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多少收，连扣环在哪都不知道。有油压点杆呐，怎样？其实我不喜欢收柴油车，我也讲过。可是他跑那么少，可是偏偏他就柴油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想说在看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一眼就看到这边螺丝拆卸啊，有没有螺丝拆卸？这叶子板螺丝有拆卸嘛？所以这个叶子板应该没意外的话就GG过嘛，应该蛮久的啦，蛮久之前发生的。等一下我比较一下，漆也一样啊。可是它虽然这边有拆卸，但是这边的漆也没有喷过啊，那它是哪里有问题？应该烤过漆。先看这里，有没有夹货的痕迹？你有没有去那个修理厂拍过？他们会拿东西夹嘛？你知道他要通电嘛？钣金要通电嘛？对。哇，你读什么系的？资讯工程。资讯工程，你现在知道钣金怎么板呢？哈，都知道。念书何必选科系？没有，你现在拍
摄剪片也是有接近啦，资讯嘛，一样是用电脑。我判断啦，应该是板烤过啦，因为我看这一块，我觉得还是原厂的，因为它这里面的漆都很漂亮啊，你看，是原来的漆啊。它虽然这边拆过，可是这边的漆没有喷过。你如果换过的话，这边的漆会特别亮，但它没有。有没有一样旧？对啊。所以它这个角落应该是曾经不小心打掉，这里也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怎样？这个呢？这没有啊，这好。哎，怀疑宾士的做工是不是？那边也是啊，你看，宾士没有你狗往后看啦。哎，宾士狗完那就卖了，你看这狗料啊，你看这狗料有卖不？好艺术啊。也是什么回回而已，你以为宾士就多认真哦？没有，前面就是这边曾经板烤过。照下面好了，我看下面有干的。好，换这边。哇，那好粗壮的那个金角。好了，干的。pass， 好不好？车好看吗？我觉得从侧面看它的那个角度都切得怪怪的，好，就是有点方方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方方你知道？方方跟方方方你知道？方方方我知道，啊方方你不知道？方方我不知道，我以前小时候搞不清楚方方是谁，方方方是谁？方方方三个字嘛，玫瑰之夜。玫瑰之夜你知道？不知道，你自己去查，剪片的会查。好，门看一下啊，检查一下板件。好，漂亮。这边没有，没东西啊，漂亮。好，后门看一下。啊，老宾士的味道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中华面卤。总代理，我也想要做一个小私汽车牌子来贴，我们卖出的车都贴，可是我一直没有做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客人会不会觉得说车子后面贴一个小私汽车很丢脸？贴个中华宾士或一个范德，听起来还蛮屌的，小私汽车怪怪的，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做。不然我觉得应该以示说，对我们的车负责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我贴了，你以后到我们的保养厂去，人家看小私汽车买的，不能敲诈它，对不对？不敢乱敲诈。不然观众帮我们留言一下，你觉得说我们贴这个牌子，如果是你跟小司买车，会不会觉得很丢脸？我今天穿新衣服，有没有？有看到 ？Snoopy 哦 ，Bear， 好不好 ？Snoopy 熊，好不好？赞不？我打开拍，你要卖多少的时候都有新衣服穿，为什么？怎么那么好？好，看一下后车厢 ，Safe， 还蛮干净的。好，这条教过很多次了，就这样。有没有？你看这铁圈很凹呢。对啊，它这个是那个呢，免打气的呢。这张就不用打气啊，免打气的啊。这旁边是什么？这边有急救包，后面还有一个12伏特电源。对，这是什么？那看就知道厨师的靠背哦。我以为是筷子。不好笑，不好笑。这边有一个可以拉。好了，电动升降我们 off。关起来了。对。没事，它这个是法斯文饰板的，好像比较高级的会是木头的饰板，黑沉木。OK， 搞定，看完了，接下来瞄一下外观，好不好？这边掉一块，这应该那时候搭到这边，后来烤漆没弄好。保杆也没什么伤就那边稍微掉漆而已。都没凶呢。后保杆没有呢。这里一点点，这个算吗？这个蜡打一打就掉了。这是什么的？这应该不是撞，是撞到吗？刮到，蜡打打就掉，连角落都没有。一般最容易刮伤就是这个转角，都没有呢。罗曼，当没东西尿的时候就是轮胎。2017年的，看到没有？才几年了？六年了。对啊，危险。对啊，胎纹也差不多了，胎纹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尿到了吧？看不到，看轮胎一定尿得到。这个不同牌子是贝耐力，前面是马牌，后面是贝耐力。这比较新一点点，但是我看不到它的年份。我看另外一边有没有，都没有啊，没写啊。不过这个也是差不多的啦。好啦，尿到两条而已啊，这也只剩五成而已。好，尿完了。很多客人会讲小师哥，那比如说问我车子多少钱之后，我会跟他报价。我说小师哥，那我四条轮胎，刚换新的，那有加价吗？可是那不是加价的问题，我就变成不扣你钱。我也没要求你轮胎一定是要新的，但至少你要符合你的堪用嘛。你太旧，像这2017年这个不扣不行嘛。你如果上面是比如说2021年的、2022年的，那我当然不能鸟你啊。虽然不是新的啦，但是你也够新了，两年胎而已，你要那样加什么？所以不是说你换新的有没有加价的问题，而是你如果太旧就要被扣钱，好不好？这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内装。你看这铝合金呢，跟我一家百兽狮王赶快。还有圣战士铝合金的呢。
我跟你讲啊，这内装一定尿得到了。你看，刚刚我就看到了，十台有十一台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妈的变成空心的了，里面本来有画东西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变成空心的。不过这个听说它的这个流用度很高，就是哦，当时这个年份的车，很多按键都可以共用，所以这应该没意外，对岸应该是买得到。不知道匹不匹配就是了。好，看一下椅子，宾士的椅子很耐用。你如果今天是 BNI 引导部，可能就比较危险一点。宾士的椅子真的很耐用，很难掉漆啊。宾士的椅子哦，会有一些磨损痕迹，但很难掉漆。你看它这边磨到这边，有一点点磨到这样，它也是没有什么掉漆啊。宾士的椅子比较难掉漆。好，发动一下按键哈，尿到哈。哇，屏幕好小哦。哎，真的，太可爱了吧？比手机还小，很像那种复古收音机，你知道吗？它只有收音机功能。不止吧，这有 CD 啊。哦，送你 CD 随身听，跳跳跳，好一送。那谁啊 ？Much TV 啊，黄立行、黄立成、洛城三兄弟。哦 ，LOA 洛梨三姐妹的朋友，洛城三兄弟。好，蛮稳的，就是一个柴油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然后它是脚刹车，哎，可是我怎么觉得刚打档它有点要动的意思？哎，脚刹车不好啊，你。它脚刹车踩着啊，灯亮着啊，有没有？怎么样？踩紧一点，啊，不会动了，卡住了。我要踩很紧呢，超底的啦，还要这样，好，这样弹起来，还要这样，哦，好，这样才有用。我要踩很用力哦，哦，这个刹车皮可能要检查一下，手刹车线可能要检查一下，原地打一下，好，原地打对发动机的负担是最重的，试一下发动机，这发动机有声音就好几万，好，还 OK， 发动机还可以。手套箱里面竟然没有灯啊，是变卤的呢。哎、欸，它只有风哎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关起来就没有了。它这个是什么？它里面有灯。哇塞，里面没有灯哦。哎、欸，好像是灯哎。这是灯。它好像坏掉了。坏掉了。对。哎、欸，扣钱了。扣一个灯泡，50块啊。好啊，饰板哦，马斯文的饰板 ，Alumi 的。这个是宾士旧的倒车雷达吧？你说那灯哦？这根啊，它会显示啊。它显示什么？哎，派奇呀，没有，没有倒车雷达，也连 B 都没 B 啊。派奇靠近，会不会有那个叫美国人来救你？没有叫美国人呐、啊。喂，哦，核弹！我靠，好像核弹按钮。按过之后就一直亮着，就是等人来救你。对，它是美规的嘛，所以按下去美国人会来救你。所以我现在等，我们 just wait。哇，这灯也没有那个渐层的。有哎、欸，灯可以调亮度，没有，不是它没有建成啊，哎，中规中矩啊，不过还不错。它虽然窗户电动窗开关有褪色哈，但是它这边的按钮是都没有褪色，要不然正常应该这边也要有褪色。对，防滑，哎，我这在看点位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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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按你自己的哦，啊，没有啊，我乱按的。哦，怎样？你怕大家知道我的电话？对啊，没有，我不会接啊，我不接电话，你不知道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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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方向盘我觉得也算还不错哎，它方向盘好细哦，但是呢没有光亮的痕迹，不过呢花纹有一点减少了，好，不过可能因为材质的关系，它这个方向盘看起来好小家子气，竟然是做三幅式这么细，好细哦，你觉得很细吗？很细啊，跟 NONO 的不一样。啊，哦，背蛤蟆，哇，这边要放什么？意义不明，手机吗？香烟，感觉是香烟的形状啊。钥匙会不会？给你啊，钥匙，它又不是免钥匙。对哈，对。现在小朋友妈过太爽，觉得车子一定是免钥匙，贵行送。哦，有后座出风口，来，我来看一下后座好了。后座也还不错啊。哦，这个车它高度就比较高了，有没有？你看头部空间就很够，但前后空间是蛮小。哎，粉红色的呢？还有，要不要？这小朋友的，不要乱拿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啊，先不要，你不要啊！黄色香蕉变紫了，变什么？黄紫蕉。好，这边出风口有个置物盒，异昧不明的置物盒。哦，这上重的啦！干、哦，我这觉得这根本是多做的，对吧、啊？有必要这么繁琐吗？也太繁琐了吧！啊，不过还是好的啦。我发现一件事它是好低哦，你看。它的扶手跟那个电动窗开关做超低的呢，对，一般都是在坐在这嘛，对啊，然后坐好低哦，为什么？不过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顺手，
它在窗户可以打底吗？不行吗？它窗户也好小片，欸，可以耶。它这为什么做那么低啊？好像跟 G 卡一样哦。哦，对啊， G 卡也是蛮低的。欸，人家真的有 G 不是假的，照的那个 G 的精神下去做的 G 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下去整理一下思路。好啦，2012年的 GLK 220，好，当初我跟客人应该是报50，我记得57还58吧，好，然后来的，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门板上面的掉漆嘛，好，叶子板有一个有板烤过嘛，轮胎还有吗？小小掉漆，其他应该都还好，都还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个先跟客人了解一下他卖车的原因，要卖多少钱，好，瞧一下，马上回来，等我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哎，在等我说故事了吗？对，先瞧一下说书的。好，那这个跟客人了解一下啦。好，换新车，那这个车呢，都是停在车库里面。好，因为这两天有下雨，淋了一些雨，没有洗车就过来了。但是其实我们不会因为他车脏扣他钱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没有嫌他脏啊，反而我们要看到的是他这个脏脏的底下到底本身这个体质好不好嘛，是不是一块璞玉嘛？那当初这个我是跟他报57万啦，这个换新车，所以他要把他车卖掉。好，这个也算是一个家庭用车啦。新车买到现在，那这个是不是要跟大家现在说小故事，还是等瞧完我们再慢慢说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状况。那照这个情形，我再猜7788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是能扣什么？芒果刚出多少钱？57。不是啦，我说我要跟他出多少钱啦？57是我跟他报的啦。55。55到最后会是56哦。你确定是55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55万5加5000。不是，你55万5，到时候瞧一瞧回来变57万5。那54好了。对嘛，我跟你讲，我先问一下客人的想法啦，齁，我们都据实以报嘛，这个车主一定也心知，对，心里有数，不是心知肚明，心里有数，我去瞧一下再回来跟大家报告， OK。 好了，成交了，你猜猜多少钱？56。55万，最后成交的价格，据我所知啊，因为我有跟同行问一下，不会买的同行跟会买的同行报的价钱落差非常大，有的同行报40几万而已，哦，那有的同行呢报在50万左右，所以每个人报价都不太一样。大家也知道，小师对这种美魔女等级的，哦，他虽然出厂时间久一点，但少用嘛，偶尔长长蜘蛛丝啊，偶尔要清一下啊。等一下人家笑什么？没有，车子会少开，是不是会长蜘蛛丝？一定的啊。对嘛？对，你在笑的那个声音有点淫秽。没有，你不要害我呢。我突然想笑而已。哎，欸，有的人家，有的车评会讲说，哎，欸，小师啊，那开一下车，现在抓人骨啊，干话说一下，流量就很好了啊。他那再厉害，你干嘛学一个啊？样板模板在这里了，经常被模仿，但从未被超越。你有看过这句 slogan？ 我以前达观山下那个汽车美容店，他们都有那个租那个 LED 跑马灯啊，他就写啊，叉叉汽车美容啊，哦，经常被模仿，但从未被超越，要有观众缘呐，对不对？喜欢看我们的影片的，反而久而久之，没有人在乎是什么车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在乎的是今天是什么槟榔。对，好啦，反正哦，除非你的车种真的太冷门了，要不然如果是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车种，哦，里程蛮少的，我都蛮有兴趣，哦，买回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我们线上在卖的热门车那么多，也不知道拍什么车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偶尔就买一些奇奇怪怪的没买过的，好，哦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，包含那个老卡罗拉，你看，哎，欸，拍那两台新世代、旧世代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1970几年的时候车头是长这样？2023年车头现在都变这样，这就时代的变迁嘛。芒果，你小时候看的卡通是什么？咸蛋超人吧，火影忍者。哇，你小时候就火影忍者了？对啊。我第一部看的卡通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要说我第一次看卡通，我第一次家里有录放影机。以前家里那个电视还有一个木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知道哎。不看的时候可以关起来。我们现在看我们影片的，可能有80%也不知道。嗯。它那个4只脚像一个柜子一样，然后有一个拉门，你不看电视的时候可以这样关起来。然后选台是转盘的，咔咔咔，只有3台而已。然后第一次有录放影机，我记得租回来的卡通《大力水手波派》。是哦，对，我的第一支在录影带上面看的卡通，然后电视那时候是霹雳猫啊，什么星球爆炸了，霹雳猫乘太空船逃出来，逃出来，逃出来啊，逃出来，逃出来，你可能 no 啊，
掏出来啊！你该不是说掏出来？这一次不算，先原谅你，下次再补偿，不是好不好？掏出来，掏出来，掏出来，掏出来！他刚刚准备掏出来。哦，然后小时候那个电视是储留箱啊，底下观众会留言啊，我这个年纪六年级生妹，每个人小时候一定都会有一支扇子，那种折扇，啪，可以这样射出来那个折扇。下面有很多同温层就会留言，千山我都行，百比相送。你知道啦？知道。你没听过？没有啊。很难沟通啊，下次请一个妈六年级的摄影师啊。刚GLK客人，我本来有个小故事啊，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他讲，因为是不好的故事。就之前我卖出去客人给一个女孩子啊，在高速公路上跟一台GLK发生碰撞，好像是那个我那个客人的造责比较多，那后来就谈和解嘛。你知道跟我们买车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可以来跟我们讨论。GLK 会员上修好像是50-60万的，这么贵？对。然后我就说，不然你跟他谈和解，赔他40万这样。我那客人就去谈，结果后来对方不要，他说他要赔50-60万这样，对不对？我那客人就很紧张，又来找我说怎么办。小时候他说他一定要50-60万，我就说啊，不然你家告你好了啦，省得麻烦。结果后来啊，哦，告很久呢，我一直出庭啊，什么出了2-3次庭，哎，弄了2年吧，2-3年哦，对，才结束啊，不得上诉，最后结束啊，赔多少你知道吗？30万，15万啊，是哦。他说小师我终于出庭好，我说后来赔多少？我说15，我说哦靠呗，啊当初40万要给你不要，弄了2-3年赔15万还花律师费，我会晕倒。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有时候哦，对方我记得那时候车子也不新啦。我记得是2009年的车嘛，欸，如果2009在现在是14年，7-8年车再加上它的那个零件折损，法官判一判，乘一乘，系数乘一乘，剩15万而已。如果你的车特别旧，有时候真的撞到了，对方如果愿意赔偿和解，就赶快和解就好。真的，还真的偷鸡不着18米。坦白说，这个也是法律有问题，欸，对不？你看，欸，我们那个七几年的卡罗拉开出去，万一被人家撞了，赔8块就好了。没有，应该没有。零件乘一乘，系数乘一乘，全背扣，我可能背砸扣，必须讲啊。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还是要有一点与时俱进，对不对？这个法令这样，虽然我是站在我客人这一边嘛，可是真的站在另外一边车主的立场，其实不太公平啊。好，要不然就是你负责帮我修复嘛，我不管你花多少钱，你如果能够花3万就修复好，我也无所谓，只要我功能正常，你帮我修好就好。啊，修复不好你还可以尿他嘛。啊，你如果只是要拿钱的话，就很硬。好不好？这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啦。好啦，今天2012年的 Benz GLK R20，最后我们成交金额在55万元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周见啦！霹雳星球爆炸了！霹雳星球啦！我刚刚想说什么星球爆炸了？霹雳星球，霹雳星球爆炸了！霹雳冒称太空船，逃出来，逃出来，逃出来！像如果今天像我跟泰山在怀旧在拍影片，我说小时候第一个玩具是什么啊？芭比娃娃。啊，泰山一定是芭比娃娃的嘛？哎，怎样？不行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小男孩不能喜欢玩芭比娃娃？可以啊，没问题的。可以嘛？对啊。芭比娃娃她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肯尼啊。哦，肯尼呢？哈。Hi， 肯尼。Hi， 芭比。刚刚在讲什么啦？我不知道啦。你他妈的！前面电视啊，你都不在。电视前面是什么？你都不在，我忘记了。阿哲你在，我们刚前面是什么？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实习的阿哲，他也忘记了，都不在，没有人在，大家都在想晚上要吃什么。妈的，好，那不在我们就不管了。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